为女子所生的耶稣从天来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是君王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却没有罪行，是将来审判的，是为我罪死的，叫我称义，是使死人复活，才碎魔鬼的，是赐下永生的，得以与神相合，愿荣耀归于能力全柄，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，从万古至今直到永远。